2005又纯男神、啊、是你们所选的，爱你所选，选你所爱，养他就不要弃养他，是好危险、哦，领养代谁啊？好不好？不要再这样讲了，就很恐怖。欸、我妈妈先叫车啊！出场，欢迎他。谁啊？不好意思，大家大家哇！我在这边了，我是高，身为高级干部，我在这边跟大家说一声抱歉。需要打电话？看到他我也要跟他道歉。没有，他要坐你大腿啊！没有没有，我怎么可能？刚被鬼附身了，怎么可能？我来处理，我来这客诉是这里客诉每天都有。哎，他没有每天被客诉吗？没有，你他要坐到中间的，我跟。你们我解释完的感觉，我解释完，你们想请他离开，你再离开，好吧？来坐你们中间，坐中间，先坐吗？先坐吗？说要坐大腿，对啊，对啊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，先坐嘛，坐嘛，坐这个。为什么他们中间坐这个，我要坐坐这个？我跟你好好介绍一下，你看身高多少？188，哇，怎么样？188，身高不是很重要吗？我老公身高现在不重要，你老公190。我妈妈对我来讲普通啊，这不行了啦。没有，你爸爸这也是他的优点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你几岁？27。哎，怎么样？优势小你十来岁吧。在逼我，这是确实对啊，有拿我的卡，我要买下这集版权。乖，我跟你讲哈，所以你看又年轻，对啊，而且个子又高，长得又像运动明星，是谁？谁？赤木刚宪。但是唱歌啊，我跟你讲，他是有 potential 的哦。他哪方面的？其实他去年过来这个店的时候，其实他脸庞正面是金城武，侧面是刘德华。怎么可能？那因为太晚出了什么？太晚回家，在马路上刚好有个计程车过来撞到脸，所以。高铁的时候站在前面，是计程车而已。你们可以先用他的身体，脸先别看，你给他一个时间，他可以复原。那你真的是长而不废哎！而且生活很好哎！而且他有一段非常你听了会哭的一个，真的假的啦？他的好，我要对，我很有同情心。你讲太坏，愿意照顾你就说吧，来，你跟姐姐讲，你是因为怎么？你为什么来上班？那你讲眼泪就掉出来。为什么来上班？对啊。我在帮家里还债。哎呦，家里谁生病啦？辛苦了，辛苦。家里没有人生病，就是家里欠了很多钱。为什么呢？就是生病了才会生效。被你下病了吗？没有，是真的。现在他的一个哥哥也是很严重，他哥吴尊，你知道吗？原本长得像飞轮海的吴尊嘛。我还有一个哥是鲶鱼哥，我们三个是一家。是同家，他们都是被同一部计程车撞的。这故事一点都不感人，我越感人，你看眼泪出来了吗？眼泪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感人的在后面。越听越生气。那一天计程车是他大哥、二哥、三哥刚好排一排了。我算是撞了比较轻微的，我撞了第三个。那计程车司机站起来还讲了讲 ，try。是这样子的，对。可是我们这里不是慈善事业，你这样我们吃不下去。你不抓关怀抱人家吗？还有他的，还有什么优点？其他的亲戚的事情，哇，还有亲戚，你要帮你治，你帮我讲。你有这么多亲戚，是，对，其实真的是这样啊。所以，我希望我其实选我是很好的。你有什么才艺吗？我可以模仿很多人呢。哦，比方说你们现在需要萧敬腾，我也可以模仿萧敬腾，听听看，对不对？萧敬腾是现场的朋友。我是萧敬腾，这还不错，还好。那怎么样呢？还好吗？还好。哎，不对，我们是同一挂。经理，我们是同一个公司。你要找谁？换人，费玉清，费玉清，换错了吧？费玉清，哎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哥费玉清。那今天呢，我就不唱歌了，是，我就带来一个有趣的故事。哎，真的吗？哎，这个有一天啊，小明啊，小明出现了，小明这个去上这个去看这个泌尿科，哎呦，又不小心，哎呦，
他的威尔刚掉出来了。哎呀，哎，旁边的护士啊，很着急把他捡起来，但避免尴尬，他捡起来，他就跟这个护士啊，跟护士就跟小明说：“哎，先生呐、啊，你的鸟饲料掉了。”哦，鸟饲料掉，鸟饲料掉。哎，故事完了，你要跟我们说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啊！鸟饲料，谁个飞？来来来，好了，还不错吧？哎，还不错，这样好了，先让他坐着，先不行，我们等一下，先倒酒嘛，倒酒，倒酒。把位置坐满嘛，你下一个。我帮你们倒酒，帮你们倒酒。我们说倒酒，我们还有一轮，还有一轮。好 ，OK OK。哇，这一轮真的是本店最精英。假的啦，最近不要来，没有我上次来的好，不行哦，我上次来的放心，这一次一定让你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赶快来看，哎呦，阳光男神啊，帅哥，哎，可是这个腿，他的鞋子，腿蛮有活力的哈，对，直接听他唱好了，好吧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音讯哦，哦，圣诞节。男的脸正最怕过节，好听耶，只能独自庆祝尽量喝醉，我爱过的人没有一个留在身边，寂寞他陪我过夜，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，听来相爱到的音乐，眼眶的泪温热冻结，望着电视里的无聊节目，瘫在沙发上变成没知觉的植物。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，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，爱被我圣诞节，不错 ，Andy， 好听哦。留下好印象啊，是不是？温暖。对，他进入到那个高音域的时候，整个放浪。